在去年底出道的新女团 IVE 半年来的成绩都相当亮眼，音乐和销量都超能打，完全可以说是新一代女团中气势最强的一组。成员们也常常会上热帖，尤其是已经第二次出道的张元英和安于真更是话题讨论度十足。两人不但外表漂亮，170公分以上的身材和超级逆天大长腿更是受到大家关注。先前 IVE 的官方频道每天都释出了一些可爱的小短片，其中一则影片中除了身高原本就是最高的元英之外，其他成员们都穿着超级高的厚底高跟鞋，尤其是于真穿的粉色高跟鞋据传更是高达25公分，原本就已经172的她穿上高跟鞋只冲200公分，让网友惊吓这个比例的同时都忍不住笑说，原来女团身高2公尺是这种感觉啊。